那就是推掉，那这个动的话在日本是没有的，可能就是中国在这里上，就是说更没有面子，你瞧不起，瞧不起，无论谁，就是有时候双本位嘛，就说无论什么，无论什么名人，就在这个追星追风的这种情况下，那只变成就是说炫耀品，对，或者最炫耀的那个关系，这个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复杂，它影响长时间。这个你说还有一种文化，之前就是我看手机短信上有一个，说有个英文词儿，name。Dressing up, well, I'm going to go to the name drop.